小学堂艺人李密为动保发声，今天他打扮成猫女，与四位同样关怀动物的人士共同呼吁尊重动物生命。包含是猫狗啊、牛羊猪鸡等等，还有野生动物等等，他们都其实是需要尊重的，他们也有生存的权利，还有不被虐待的权利。关怀生命协会将与李密合作推出动保艺术写真集《动保微电影》，号召各界重视动物保护。那在所有的抗议都无效之外，我就觉得说还有一个议题是可以被一个议题是可以让公众来关注，就是那个“灵我不合”哦，就是宁愿裸体也不要合冷。那当时李密呢是台大的学生啊，他我经过那个介绍之后呢，他很认同这样的一个理念，所以他就拍了《灵我不合》。为我们拍了《灵我不合》这样的影片，同时在那一年当中啊，成功的让大家关心核能力。关怀生命协会希望借由这次活动，以不同的创意方式表达对动保议题的关注，引起社会大众共鸣。台湾喜报记者郭文路采访报道。